嗨，三星 S24 系列这一次除了常规的硬件升级之外，这一次最大的重点莫过于他们这一次内建了一个超大的 AI 模型。目前手机 AI 有三种，一种是后台 AI， 比如说手机演算法或者系统调度的演算法，这些算法呢很多年前就开始用的啦。第二和第三种就比较新，是近年开始升起的，他们就是去年很夯的生成式 AI。 那生成式 AI 的代表有文字、图像以及声音 AI。 那这些 AI 的例子也有很多啦，就比如说图像编辑、文字翻译、语言翻译等等的功能。这些所有的功能以往都需要 APP， 而 Galaxy AI 则是把以上的功能内建进 S24 系列里面了。那这一次 Samsung 呢，是真的花了很大的资源，很多的时间去研发这一款 Galaxy AI 的模型身上，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它是否真的可以改善科技与生活融入后的品质，还是这从头到尾就只是一个噱头。那每当 Lex 介绍完一个功能之后呢，我会以满分五颗星星为标准去评价这个功能的使用度啊，以及完整度等等的。当然啦，我也会发表一些我自己的个人意见。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OK， 我们就先从图像 AI 开始着手。首先是搜寻圈，这个其实是跟 Google 合作的 AI 模型来的，你可以当作是 Google Lens 的进阶版啦。触发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长按 Home button， 然后把你要找的东西圈起来就能识别了。这个功能的实用性我会给四颗星，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帮我快速查询物件，然后它整个操作逻辑呢也挺直观，是一款以后我真的会一直在用的功能来的。而它的完整度也非常的高，即使是一些非明确物体它也能快速辨识，所以这里我会给 4.5 颗星。第二款就是照片编辑功能啦，这里它可以做到很多的东西，比如你可以长按物体，然后拖拽去别的照片里面进行合成，或者你也可以点击编辑，然后点开左下方的万能星星图标，长按你要抠的物体，这个时候你可以改变背景或者物体的大小，最后就合成完成啦。如果你把物体抠走，系统也会自己补回那个空位。但目前这款 AI 呢还是有很多瑕疵的，比如说宠物这些毛发比较多的物体会比较难精准的去抠图，所以实用性以及完整度在这里我都会给 3.5 颗星。第三类就是拓展式的生成 AI， 说直白点就是要那个 AI 无中生有。比如说你把照片拍到 3x 了，以前你只能在原图里面 crop， 现在三星可以帮你自动生成额外的图像去填补空位，那照片的视野就不会再被受限了。那也一样，我们点编辑照片后，点左下角的万能星星，你只需要调整你要的角度而已，剩下的 AI 帮你填下去。在所有的图像功能里面，我真心是最喜欢这个功能的，因为我每次拍 product 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构图呢还不是很完美的时候，我现在可以用这个功能把我的视野，把我整个构图呢去 perfect 了。但它也是有上限的，场景复杂的地方它还是会有点小瑕疵，所以我个人会给实用度五颗星，但是完成度来说是四颗星而已。最后也提一个小功能吧，现在你可以透过长按视频的方式让视频变成慢动作模式，这个技术是三星呢一帧一帧补上去的，所以画面非常流畅，而且几乎是秒触发。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完成度呢是五颗星，但实用度我只能给 2.5 颗星，原因也很简单，这个效果只能做到预览。如果它以后可以加多一个功能，就是我把这个视频 export 出来一个慢动作的版本，那我相信呢会很好用。再来就是文字翻译了，那其实应用的场景是非常的多的，但比如说你在 website 直接翻译这一些基本功能我就不讲了，我就会讲几个重点比较有趣比较实用的功能。比如说你在聊天时候点击 A 型的图标，先输入你的语言文本，然后哒哒，它就会直接翻译生成在你的输入框里面了。或者你也可以点左边的星星键，你在这里可以实时翻译对方的对话内容，而且对方也不会看到。或者叫 AI 帮你修饰你整段用词，有 Atas 的、普通的、加表情的，或者自带情绪的都有。首先它的实用度以及完成度我都会给满五分，因为主流的 APP， 比如说 Meta 自己所有的 APP、 Telegram 等等的软体，只要你 up 得出名字的它都已经适配了。只是这些功能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用它的 Samsung Keyboard， 目前 Gboard 还不支援的。那我觉得现阶段来说这个是还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做到 APP 适配我觉得已经够了。同时三星 Notes 软体也做了很多有关 AI 的生成功能，我们可以在里面先 highlight 文本，然后点一样星星图标，这时候你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你点 summarize， 它可以帮你整理重点简要，或者你也可以点 auto format， 把文本内容转换至 bullet points。
如果你在做会议记录，你还可以转换正式的 Minutes 格式。 Samsung 在这里呢就给了五种格式选择，如果你真的全部都不喜欢的话，你还可以后面自己换字体或者是字体的颜色。首先 Notes Assist 的完成度无疑是相当高的，所以这里我会给 4.5 颗星，但实用性我觉得只有 3.5 颗星，因为一般用户确实会比较少接触这一类型的功能，但对商务人士来说它无疑是超好用的功能。你思想一下，你现在直接用这个手机包去 Dex Mode， 然后用它这些快速整理的功能，你就可以省去很多次时间的文案工作了。这我觉得才是 Notes Assist 真正的价值。除了文字，三星也可以完美翻译语言。你不只可以用它来做私翻译啦，你现在在打电话的时候更是可以直接翻译，而且这个翻译是双方的，也就是说不仅把对方的语言翻译成你的语言，而你的语言也会翻译成对方懂的语言。10 minutes就到达了。 10 minutes to arrive. Okay, I'll see you at the gating. Thank you. Okay. 你出国打给酒店的人，或者是你在叫 Grab 的时候，这个功能真的超好用，尤其是你在韩国啊、日本这一些国家。语言障碍现在至少不会是你这一次旅行的问题了，不过这个功能需要在后台先启动，不然你是找不到的，而且也需要提前下载好语言包。语言方面它也提供了13种，但不用担心，我们马来西亚用到的语言它都有了。它的实用度这里我就不打分了，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你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用到，但是你一出国它绝对是个好帮手的类型。完成度就比较客观了，比如说它可以很快速的翻译中文，但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用的中文可能就比较考它啦，甚至有时候会有翻译错误的情况。我不懂，这样子我听不懂，这样笨的呗。Don't come to repair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doesn't understand this. I don't understand this. 它目前就只能对标准的中文产生出精准的结果，这里就真的见仁见智了。我觉得目前 Galaxy AI 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但以初代版本来看的话，它是相对完整度很高的 AI 模型。Galaxy AI 的核心不在于目前它可以做什么，而是它以后可以做到什么。毕竟生成式 AI 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可能性，现阶段更多的是展示一个雏形，也间接证明 Exynos 2400不多不少是有一定的图像以及运算能力的。但目前呢，最大的短板还是依赖网络，如果你上网不给力的话，很抱歉你是用不到它的。那大家对这一次的 Galaxy AI 有什么看法呢？在留言下面让我知道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